你是什么样的牙齿啊？正常的、有研制的、矫正的牙齿，有效刷牙时间是1分50秒，然后清洁度是优秀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清洁模式，其实还蛮方便的啊。力度就往左滑，你要多少力度都可以，其实真的很像小米手环，刷完牙放回去，掉的时候很方便。那如果你要充电怎么办？整个拿下来。说明书很重要啊，大家一定要多看说明书。OK。Hello，YouTube， 欢迎大家回到 Cookie 讲越南。今天呢是一个开箱的影片，就是电动牙刷。如果老观众应该知道，其实我以前拍过两支就是电动牙刷的影片啦。那今天为什么要拍这一支呢？除了是业配以外，另外就是我用的小米的电动牙刷，我觉得我想要再升级了，然后没有想到这一支呢，厂商送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说想到蛮便宜的，大概它现在的售价是175块马币。这个蛮便宜的，在虾皮啊，我们下面都会放链接让大家去买。先讲一下电动牙刷，电动牙刷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喜欢的，后来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？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，其实用电动牙刷呢，你的关键就是你把你的牙齿啊，像放着一颗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啊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。那我以前的电动牙刷，我在用小米的时候，它也是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计时，我也是设定2分钟。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设定2分钟，可这个更厉害是什么？它有一个4段速变那个设定，它有一个 app 嘛，就讲说你30秒之后它就会震动一下，30秒之后它就会震动一下，然后让你知道你要换边，这个是真的很厉害。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的电动牙刷啊，它的头都是圆的啊，像 Oral-B 啊那些，那为什么是圆的呢？最主要它就是要旋转嘛，旋转才可以把我们牙垢里面的东西转出来。现在的技术是用音波振动啊，音波振动呢就是音波振动啦，它就不需要去旋转，它就滋它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款呢，音波振动1分钟是4万下。所以基本上它震动的速度是够的。另外呢，我们用一般的普通牙刷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如果你一天刷2次牙的话，应该啦，正常都是一天刷2次嘛，就大概2-3个月你就要换一支了。那所有的电动牙刷都是一样，这个头啊，2-3个月你就要换一次了啊。当然这种头都可以买，这种头都可以买，所以很方便。最后和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还没有用电动牙刷的话，像我以前一开始用电动牙刷，我上面涂了牙膏之后，我在这里就按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在上面挤牙膏，挤这一点点牙膏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放进去，我们看哦，它就溅出来了，有没有很明显？你可以讲它动力很强。OK， 所以呢，绝对要靠近你牙齿的时候才刷。哎，刚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就它30秒之后就会换提醒你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啊，就是刷牙啊，那个电动牙刷不要就是还没有放在牙齿上的时候就直接按下去，那你会很痛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如果放在水里面呢、啊？它震动是多强？哎呦！啊，我要洗桌子。好，反正就很强就对了。看过了就是它的那个震动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我们先看盒子好了，因为这是2种颜色嘛。我这几天试用的时候都是用它，所以我这个是从这个盒子拿出来的。我这里呢是有2个嘛，就是一个是黑色的。黑色就是我现在在用的，这2天在用的黑色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呢，是紫色。紫色就是一模一样啦，它这个就是紫色。还有另外2种颜色呢，就是粉色还有绿色啊，这里就没有啦。大家可以上网去看，下面有链接可以进去看。很简单，它设计的很简单。一打开这个，这就是它充电器。等一下我们会和大家讲怎么用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数据线。这个数据线呢，就是 micro USB，
啊 ，micro USB 很明显，然后它就是插它后面这个屁股插进去就可以充电了，嗯，很简单。剩下的它里面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明书，是这样子，啊，打开来看就有不同的语言。说明书很重要啊，大家一定要多看说明书。OK。讲完它外壳外形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这个，拍一下给大家看它到底是长怎么样。这个其实蛮不错的，首先外形就是，是它很轻啊。那这里呢，它是一个有点像小米手环这样子，真的很像小米手环，只要手指呢往旁边滑，这个就是你刚就我用了五秒钟，然后这就是它一般的那个表面，就是啊，它现在还有显示时间，现在是2:25，对，我是半夜拍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清洁模式啊，然后就是2分钟的清洁模式，其实还蛮方便的啊。力度就往左滑，你要多少力度都可以，其实真的很像小米手环。那如果要确认就按确认键 ，OK， 对，就是很简单啊。真的跟小米手环很像，现在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说 APP 连接了， APP 连接非常方便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增加一个设备给大家看。OK。啊，正常啊，就会你的设备名称，然后女生生日写好，下一步，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是什么样的牙齿啊，正常的有研制的。矫正的牙齿啊，就是如果你戴牙套，你就可以用这个。然后还有那畸形的牙齿，然后他就问你，你有抽烟吗？你有喝茶吗？你有喝咖啡吗？你有喝红酒吗？啊，然后他就问你牙齿的颜色啊，就随便填一个，不，没有，不要随便填，认真填，然后立刻使用啊，去连接。OK， 连接完了，那你也可以呢，就是制定方案。啊，就是你上面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，然后方案名称125，嗯，然后你可以有几个步骤，最多6个步骤，就你30秒，然后是清洁是什么段嘛，然后这里这个它有32级啊，就32种速度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点多了啦，就32真的是很多，我觉得4-5种就够了吧，没有人会介意你27跟26有什么差别。嗯，然后你就可以增加4种步骤，就每四个，就是每30秒它就会提醒你一次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。另外呢，在它的这个清洁模式，它有3种，一种是清洁，一种是美白，一种是按摩啊，就是按摩你的牙龈嘛，然后美白你的牙齿，美白的话就是它的力度可能会不一样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你用的牙膏其实也要不一样啊，其实是说真的。嗯，好，制定方案我真的是觉得蛮不错的。刚刚就是在半小时前刷牙嘛，他就有告诉我说，哎，我的这个刷牙标准呢，就是1分49秒啊，因为可能10几秒浪费掉了啊，然后有效刷牙时间是1分50秒，然后清洁度是优秀，然后刷牙力度是足够啊，还有给你分数啊，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。如果你有小孩啦，你应该就是，如果以前我妈妈每次叫我这样子刷牙，刷完牙之后还要检查，我就觉得会蛮痛苦的。我觉得这可以买给你小孩啦，你就可以检查说就是他有没有认真刷牙。最后我们来说充电啦，这个充电座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 3M， 然后你连起来就可以连在你镜子上面。我们去我们厕所试看一下。好，一般上我们使用这个，哇，回音有点大。电动牙刷呢，就是很头痛，就是我们要这样子放，还要这样子放嘛。那它这个 3M 的好处呢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粘在你的镜子上面。其实我很多天前就想粘了，就这样子粘在这个角落上面。然后你刷完牙就这样放着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你要的时候你就这样子把它拿下来，要刷牙的时候，那不要刷完牙放回去，要的时候。很方便。那如果你要充电怎么办？整个拿起来，耶、yeah! ，是很方便。这样子插进去，它就亮了。现在就是显示电源是100%，
讲完了这个如何充电呢，我们最后来讲一下，根据官方网站写啦，就是充一次电两个小时可以耐一个月，因为我还用不到一个月，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个是真是假。但是还有一个很屌的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哦，如果你担心啊，你在用的时候你不知道电源剩多少啊，你打开它下面就还是有一个电源，你可以大概知道你剩多少电啊，这个模式啊这些，哎呀你看真的是方便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为止啦，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一台，我没有想到这一次这个品牌这个产品这么不错啊，就大家也知道我不会随便乱拍不好的产品啊，就是如果老观众一路看下来的话，那就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里为止啊。推荐它有几个原因啊，首先就是方便放在就是镜子上面，然后它的记忆啊，我觉得它最吸引我，最吸引我就是30秒提醒一次，因为我们牙齿四个边嘛，上下左右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左边前右，左边后，左边右边前右边后，所以30秒呢你这样刷完之后你就可以转去后面，这个是我真的很喜欢的，因为这个我目前用之前用了两只电动牙刷都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我就可以很好的知道我30秒到了啊我要换边，30秒到了我要换边。那其他的 apps 啊它有记录啊打分数啊，这些就是附加啦，我真的觉得就是附加的功能，就就附加的功能啦，对，就是附加功能啦，你们懂附加功能什么意思啊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防疫期间大家在家里啊没有事要刷牙的话，可以有这个去买这个 All Clean Pro X 这个电动牙刷， All Clean Pro X 真的是不错啦，嗯，而且价钱便宜，就是不贵啦，不能讲便宜啦，但是你说英国震动的牙刷175块嘛，必要买到这么多功能这么齐全的应该很难啦，紫色、粉色、绿色、黑色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色啦，嗯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一样老规矩哦，就是 YouTube 看到朋友记得帮忙就是宣传，哎，不，分享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因为打开小铃铛才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那 Facebook 朋友帮忙分享出去， 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，boom。